对了妈，明天您这就回去了，东西收拾好了吗？东西收拾差不多了。今天晚上您看您想吃点啥，咱们出去吃。不出去吃，妈最后给你做一顿。我也知道外面的饭呀没您做的好吃，尤其是您做的炸酱面，但我今天工作实在是太多了。晚上呢？行了妈，您就听我的吧，明天还要赶飞机呢，你早点去休息。